靠近了，等一下回笼了，我就没办法陪你一个鱼了。我怕你口水掉下去，那一锅就糊了，剩下你一个。哎呀，这个有杀菌的，中中要去回笼个海啦。啊，这个嘞，这个嘞。啊，你们都很幸运呐、啊。他今天又开得很漂亮哦，有时候都他都开得很慢嘞。对啊。哦，好美哦，对，今天从这个树。可是那么多，好像有时候是一边掉一边不掉，有些很久才开，有时候一下子就开了。今天这样慢慢开的机会哈，没有20%。上面有花粉哈，花粉花苞是属于预防心肺方面的疾病，所以把它弄均匀。喝里面的汤很清香，跟喝旁边的汤口感会有所不同。绿沙香的，有他买的。这个睡莲会有香味，嗯，荷花就是莲花哈，莲子、莲藕、莲蓬是荷花生的，这个是睡莲科睡莲属，这个是长不出来那个莲子，莲子，一般认为莲花茶是冷，其实就是荷花茶才是冷。